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黄其锋牧师。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圣经见证神》第一讲，经文出自诗篇十九篇七到八节。在上一次的分享中，我们讲神借大自然向人说话，大自然向人见证神的存在，但大自然的见证不完全，因为它不能告诉人神的全部特性，它不能告诉人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它不能告诉人神如何为人类预备救恩，它不能告诉人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它不能告诉人神在历史中的计划。今天我要分享圣经为神做见证。以下我先分享一些名人对圣经的评语。第一，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说，没有圣经，人不可能正确地统治世界。第二，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说，若没有圣经，我们无法辨别是非。我相信圣经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第三，法国的军事天才拿破仑说，福音不仅是一本书，它乃是一个生命体，它采取行动，它彰显能力，它粉碎一切敌对的势力。看了、放在桌子上的这本书超越其他的书，我没有一天不读它，不从它得着益处的。第四，科学家牛顿说，我认为上帝给人类的圣经是最崇高的哲学，我发现圣经的真实性远胜过世俗的著作。第五，科学家 James Dwight Dana 说，年轻人啊，我一生研究科学，我要对你们说，世界上没有比圣经的记载更真实可靠的。第六，教育家 Henry Van Dyke， 他是 Princeton 大学英语教授，说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它赋予人生命力、影响力和灵感。拥有圣经的人绝不致贫穷或孤独。第七，外科医生 Charles W. Mayo 说，无论在患病中还是在健康时，人都能从圣经找到安慰和对人生富有建设性的指导。弟兄姐妹，以上是一些名人论及圣经的话，他们说得好，也说得对。今天我们要从诗篇第十九篇七到八节直接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弟兄姐妹，诗篇第十九篇是以色列王大卫写的。在一到六节，大卫透过大自然见证神，现在他用神的话为神做见证，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他。现在我们思想第一句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句话有三部分，让我们一一思想。第一，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全部内容。在这律法书中，神向他的子民表明心意，提出要求，定下标准。神的子民因遵守神的律法而成为特别的族类。第二，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是至圣至尊的，是完美完善的，是没有任何瑕疵或缺陷的，所以不需要加多一个字，也不可以拿掉一个字，加多或减少就使圣经不完全了。世界上所有的书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一本是全备的，他们常常需要补充或修改，
因为是不完全的人写的，但圣经的作者是神自己，所以圣经是一本完美的书，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我们盼望的依凭，是我们爱心的动力。第三，耶和华的律法能苏醒人心。人的心是指人的灵性，是人与神交往的部分。人犯罪离开神，背向神而行，灵性就低迷沉睡了，属灵的生命都枯萎了，好像河床干涸了。但耶和华的律法能苏醒人心，能使枯萎的重新活过来，知道原来远离神，活在亚当的败坏性情里，现在亲近神，活在基督的救恩里，知道原来坐在死荫的幽谷看不见神，也听不见神，现在活在光明中，看见神的荣耀，也能听见神的声音，知道原来活在罪中是影像灭亡的，现在活在圣灵里，将收割永生，知道原来活在自己的里面，只顾体贴肉体，现在看见世上的灵魂需要拯救，就带着使命向人传讲福音。感谢主，神的话使沉睡的灵魂活过来。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部分，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句话有三部分。第一，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法度是神法律中法令的部分，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第二，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就是清楚明确的，是坚定不移的，是不得更改的，是一定要执行的。因此神不用对今天的人说，你们生活在21世纪，我要给你们另一本圣经。不，神的话永远坚定，坚定在天，人的法度和制度却不断在改变中，社会的道德标准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在改变，国家的宪法也常有修改。人们盼望神像国家政府一样改变他的标准，放松他的原则。但雅各书说，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发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应许的。第三，耶和华的法度能使愚人有智慧。愚人在原文的意思是心门敞开，没有关闭。你问这有什么不好，回答心门敞开意味着任何东西都可以进来，任何东西都可以出去，或说坏东西通通跑进来，好东西通通跑出去，因为没有把守好心门。所以愚人是缺乏主见的，他们随波逐流，偏听偏信，东歪西倒。但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他以不变应付万变，因此连同愚昧的人都变得有智慧。今天人们生活在手机的荧幕前，这很危险，因为他的整个心灵都向世界敞开，结果很多假的坏的都跑进来。我们因此更加需要神坚定的法度，因着神的法度，我们心中有了明确的标准，就不容易被误导，就能判断是与非，错与对，好与坏，就变成有智慧。诗篇119篇说，你遵行神的话，你比仇敌有智慧，比你的老师更有知识，比年长子更通达。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三部分，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这句话有三部分。第一，耶和华的训词就是神训诲的言语，律法和法度让人觉得他们来自至高的权柄，训词却是出于管教师的口，是智慧的言辞。第二，耶和华的训词既正又直，
既公平又公义，既慈爱又有真理，他不拐弯抹角，他更是带着权柄。我想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是解释耶和华的训词正直的一处合适经文。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住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哦，神的话是何等正直。第三，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你问快活所有的人心吗？不，只快活那些渴慕认识神的公义、正直、圣洁之人的心。这些人听见耶和华正直的言辞，心里就安慰释怀了，因他知道这位公义的神在掌权，在管理一切。诚然，真理是活泼的，是可喜悦的，真理也使人心灵兴奋，叫人心里快乐。弟兄姐妹，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与耶利米的时代相比，我们的时代显然更加狡猾奸诈，有似是而非的话误导人，有威胁恐吓的话夺去人心中的平安，有恭维谄媚的话叫人听了厌烦，有令人失望的消息叫人听了烦躁忧郁。但神的话是正直的言辞，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感谢主，神的话不是要夺去人的喜乐，乃是要给人喜乐，就是救恩的喜乐、罪得赦免的喜乐、与神和好的喜乐、被神称义的喜乐、与神同行的喜乐、赴羔羊婚宴的喜乐、有一天要见主面得称赞的喜乐、与主永远在一起的喜乐。弟兄姐妹，你要喜乐吗？请你多读圣经，因为其中充满叫人心灵快乐无比的应许。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四部分，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这句话有三部分。第一，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是神要我们遵守的话语，是必须遵守的话语，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话语。第二，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请记得，耶和华是圣洁的，他发出的命令也全然清洁，毫无杂质。清洁的意思是，神赐命令给人，并没有要拉拢人或压制人的动机。神赐命令纯粹是要引导人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第三，耶和华的命令能明亮人的眼目。是的，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记得尼希米记八章八节说，文士以斯拉清清楚楚讲解神的话，百姓听了，心灵的眼睛就明亮起来。路加福音24章说，耶稣向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讲解真理，他们听了，心灵的眼睛就明亮起来。弟兄姐妹，彼得前书第二章25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今天我们能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是因神话语的关照。我们的人生有明确的目标，是因神话语的关照。我们有救恩的确据，是因神话语的关照。我们能分辨异端和假冒，是因有神话语的关照。我们能知道神的旨意和计划，是因神话语的关照。感谢主，因为有神的话，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不致迷失。
因为有神的话，我们能够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在祷告上恒切。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荣耀归于神。